顺手将银枪葫芦靠一边，他点了些乱草来取暖，闷悠悠把沽酒的葫芦托手间，咕嘟嘟酒入愁肠思潮卷，梆梆梆敲楼更鼓当心弦，我总想倘能得赦回京去，夫妻聚首重列朝班，司机在报仇冤，看起来效忠皇朝恐成梦幻，好男儿此，忽听门外有人把林冲叫，原来是李小二，推门而入，他面带着不安，忙说道：方才教头您刚离开了酒店，有两个东京人与本地的管营进里边，他三人窃窃私语，鬼鬼祟祟，说什么高叹玉草了长，回正边莫非是受了那高俅老贼的命，陷害教头在雪夜寒天。林冲又问了问来人的模样，听罢后他怒火燃，要钢牙还眼翻，定是那高俅的鹰犬狗路间，只要我见着他的面，定叫他血溅银枪活命难，血溅银枪活命声喊，当当当，救火的锣鸣震耳边。他二人是急忙出殿，抬头看啊，见草料场金蛇窜云通天。二英雄欲大救火，忽听庙外笑语声喧，屏息凝神听动静，尖笑的声音正是陆谦。陆谦说：这把火定把林冲烧死，管营说烧不死，这纵火之罪也要拿火当官。不安处捡两块骨头回去见太玉，少不得加急升官呐，领赏钱。林冲闻听火往上撞，破门而出大叫陆谦，陆谦。奸贼闻听惊声问，
你是什么人？还不是的林冲，在你的面前今天落在我的手，飞蛾投火，你有来无还，只吓得三个奸贼心惊胆颤，猪兔狼狗雪地钻，云脚头刀闻言急似风，快如电扑通通，一脚踢倒贼路前，扑棱棱云枪一抖，一声问路前，你到此为何？快吐实言。奸贼跪地求饶命，我实情相告啊，不敢隐瞒。林娘子被捕，寻短见，又派我杀害教头到这边。林教头大叫，高俅你逼杀我。今朝又暗下毒手，与你仇山四海，不共戴天，扑哧哧，陆谦死在银枪下，李小二刀劈管营狗富安，呼啦啦救火的乡邻全围满，一个个气满天胸大花言，这个书豺狼当道民涂炭，那个说天灾人祸苦不堪，李小二语重心长把林冲叫，大哥你拒捕杀官，想逃活命难上难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倒不如杀他哥，人仰马翻上梁山。这时候金鼓大作，人声喊，嚯，无数的官兵奔了庙前，豹子头将脚一跺，说反了吧，亮枪手中钢，嘣嘣嘣，乌龙摆尾上下翻，李小二钢刀起出人头落，杀杀杀，反反反，杀声一片声震天，只杀得官兵官将亡魂丧胆，一个个弃甲丢盔，他们狼狈不堪，这一回山神庙前尸横血溅。